哎，现在每天就是累。这今年一不小心就挣了800多个亿。哎呀，这个就一直没想好，你说我是在 A 股上市，还是在纳斯达克上市？在纳斯达克上市吧，总感觉辜负了人民群众的培养，但是又觉得不在纳斯达克上市吧。美国的人民群众也是嗷嗷待哺，哎呀，这每天啊就站在这楼上看着这东三环，就觉得这滚滚红尘啊，太累了。咱们试试这个。那你给我在纸上画画，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人心中有波澜啊。你这画的什么呀？往俗了说，我这画的叫元宝。你要拿这元宝干点啥呀？这冬天天冷了就得来吃顿聚宝源，这是一个仪式感。涮了这热腾腾的羊肉，来吃上这么一口，就感觉正式过冬了啊！减肥那些努力在吃聚宝源这一刻都要戛然而止啊！那么开始养膘了，锅热气腾腾够烫，羊肉呢够鲜，哎，你看，而且没有水分。对，它是这样，你这么拿着它都掉不下来那种，下面再加点这个羊尾油进去，羊尾油配酸菜越吃越上头，必须得先放点这个羊尾油，就特别肥，就是锅里先加点这个，就像是我们片子里加入 BGM，就马上就不一样了。这是那个羊上脑就是后脖颈那块肉，相对来说肥一点，吃着也比较爽。再来点酸菜，这个酸菜跟这羊肉这配起来就了不得了。这个锅开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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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特有那种期待感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忍不住一句好家伙。哎，你看这上脑这就好了，稍微带一点点红色，吃的特别嫩。聚宝源这个麻酱也特别好啊，拌麻酱这个水是用各种各样的料，然后才把这个麻酱拌出来，它就不单单是这种麻酱味儿跟咸味儿，包括整个葱香啊、肉香，它都有一个协调感。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这种开火锅的这种店家的功夫的，像这个羊尾油跟这个酸菜都好了，羊尾油必须得跟酸菜搁一起涮，这就了不得了。就这个羊尾油这个滑、畅、爽，再加上这个酸菜这个酸，哎呀！中国，一下子就在我的这个嘴里跟心里开出了花，这就是冬日的玫瑰啊！了不了，花开了，羊上脑，再带上那么一点酸菜，配上这个麻酱。
跟你说，这吃的不是火锅，这吃的是他妈的艺术。胡吃海塞，大开大合。我们干的是吃播吗？我们干的不是吃播，我们干的是艺术。吃播干的是我们。医生辛苦了，这个病患现在怎么了？刚才呀，在纸上画了个圆，圆里画了个元宝。你看他现在这个症状，再结合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会儿肯定是在聚宝源了，就等他吃完再说吧啊。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怼怼，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粉丝。粉丝是什么？粉丝是衣食父母啊。北京肉火锅吃起来这特点就四个字：简单、粗暴。哎，不对，这么耳熟。说好像之前在哪说过。这个涮羊肉啊，是源自蒙满的传统的这个北方的火锅。那么跟我国四川的火锅相比呢，我觉得四个字就能概括这个火锅的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简单粗暴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负责任的说，他家的麻酱火锅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火锅，而且一定要趁热吃。我们食频道在 B 站的第一次更新就是吃的聚宝源的这家店的这个火锅，啊，配的也是麻酱火烧，当时的麻酱火烧也是2块钱一个，但是我感觉是比原来那个变小了，但是有可能是我脸变大了。欢迎呢，你们继续关注我，跟着我走，有你好吃，有你好看。然后就是。羊尾油酸菜加麻酱火烧，这搭配起来知道吗？哦，这就是三连。哦，你们在屏幕前吃不着这个没关系，你可以给我点个三连，就40-50，约等于你们也吃了，就特别的爽。我们当时就2个人拿着手机拍，到现在我们不仅有了16个同学，还有一个稳重啊，就是大家都在稳重的进步。这么长时间以来再回到这儿再吃上这一口，其实心里真的是不管外面有多冷，现在心里都暖暖，觉得这1000天吧，我们吃到了，我们也做到了。现在听着我的声音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就醒过来。1、2、3。说说吧，味儿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你想一个好的领导者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会画饼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心里啊。这落下来的是笔，那成的都是历史啊。为什么？太火了。这又画的是什么呀？这你都看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就这造型，就这行云流水，就这唰唰唰，就这是3连，你知道吗？3连，3连啊。不懂。
这个世界上懂我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哎，大夫怎么样了？我尽力了，这是医嘱，按照我的嘱托好好照顾他。嗯，一切都顺其自然吧。我先走了。干啥呢？看你医嘱。哎，这都不管用。你看啊，咱这么大的公司，现在这么多人在这儿，1000多人的企业，你是最认真工作的。今儿晚上别加班，早回去休息。明天一早我带你见爸爸啊。叔，从今天起啊，我就改名叫1000个，好不好？文忠，叔啊，治愈白日做梦还是得 QQ 星。吃到做到，乃英雄也。